你买的剪子是？我买的剪子是。看啥？啊介绍一下今天要做什么吧。今天做藕片，做排骨，就没了。做很多，我都不知道我脑子是干嘛。等会儿你别打断我。猪五花。我把料酒的瓶子去给摆一摆。我真猛。来，精华的一瓶。哇塞，绝了吧！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来，大大起来一点，大大起来一点，来，大大起来，起来，你起，你起。仨人呢？对对。仨人咋我一个没尝，我都害怕味儿不好啊，味儿不好也得给我装好。尝一尝，来看不见味道的。好，拿盘子。尝一个，尝一个。还有点太甜了。来，上菜，把边擦了。来，给我。
挡住盖是吧？就是刚今天拿回来那个。盖。麻烦了，还有两个小时。雪花牛肉，这菜好快呀！辛苦了，给把账结一下，我是来你们家做保洁的。哈喽，大家好，这是我历经多长时间？现在几点？一个小时做了这么多菜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买的，做的。来尝尝我们雪花牛肉，怎么样？